已经离开了。好，詹姆斯先生，你既然没耍什么花招，那我也可以信守承诺，先放了你。但是，如果下次你再落在我的手里，那我一定会替天行道为民除害。外面都是警卫把守，你要怎么离开这里？有你在我的手里，我还担心离不开这里吗？你先放我出去，我再放了你。走。好吧，我送你出去。 不许动！这回多谢你救了我，你是怎么发现不对劲的？当我接到你的命令，我就觉得这里面有问题。你是一个很有魄力的人，不可能朝令夕改，所以我就怀疑你被绑架或者被人控制了。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军官，我一定会重赏你的，先生。 我非常愿意在你的身边，因为只有你能够赏识我的才华和能力。反抗的力量非常的强大，只有无限的用暴力镇压，才能让被征服者感到恐惧。我们大不列颠征服世界，用的不就是武力枪炮，还有拳头吗？你不光是一个聪明人，还是一个有思想的人。在这里，我们也要实行暴力，不行就把陈文虎这个人杀掉。你先不要着急，霍元甲这个麻烦。 没有彻底消灭，你没有看到那么多民众，搞不好会引起众怒。如果民间的反抗力量起来，吃亏的是我们。霍元甲是天津武术界的代表，在众多武士中有很高的威信和地位。再说，中国是个大国，历史悠久，民间武术和英雄人物辈出，我们杀也杀不完的。你昨天还是要杀掉他们的。那个人的枪对准我的脑袋的时候。 我就已经开始彻底的改变了我的想法。可是霍元甲这个人确实不好对付呀。如果杀死霍元甲，全天津的武士都联合起来反抗我们，你有把握镇压得住？看来詹姆斯先生，您已经想到对付他们的办法了。我们要改变策略，用软刀子杀人。你有什么高见？我们要是收服了霍元甲，那就相当于摆平了整个天津武术界。 要找到正确的方式战胜他，比如说，用他们的方法在擂台上决定输赢。如果霍元甲愿赌服输，他死在擂台上，我们既消灭了对手，也灭了中国民间反抗我们的气焰。果然是条妙计，让波索开始行动。最后一定是胜利的消息。嗯，我们的行踪已经暴露，所以我要通知大家，立刻转移地方，离开这里。哎，没错没错没错，那个洋人，鬼西多灾。 要不然他们会杀一个回马枪，把人放了，又把咱们给抓了，咱们还是赶紧走吧。啊，徐大小姐，徐姑娘，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？究竟出什么事了？赶紧告诉我。别哭行不行？你有什么事儿，你告诉我们啊。不管你遇到什么麻烦，可以告诉我们，我们陪你一起度过。霍师傅，是袁克瑞，他被洋人打残了。 袁老夫人，贵公子被洋人打伤这件事，我们一定会上奏朝廷。绝对不能就这么算了。霍师傅，哎，你醒了？你怎么样了？伤势好些了吗？都已经是一个废人了，还有什么好怕的？妈，你们先出去吧，我有几句话想跟霍师傅他们说。好。 袁公子，你是为了救我，替我才报纸上喊冤，所以才遭到英国人的恶意报复。袁公子，是我连累了你。霍师傅，自从认识了你和留小姐之后，我从一个只会风花雪月的花花公子，变成一个开始思考的进步青年。是你让我明白了爱国的意义，开始思考民族精神。虽然我现在腿废了。 但是我觉得生命变得更有意义了，袁公子，你接受过西方的先进教育，有广阔的思想，今后还需要你们这样的有志之士、先进的知识青年去改变。我希望你不要气馁，虽然你腿伤了，但我们的脊梁骨
我们明确的反抗都被他们的枪炮给击碎，所以我们不能硬扛。一定要想办法从意志上战胜他们。虽然我以后可能不能走路了，但是我会继续在我的报纸上为你们、为我们民族发声。袁甲，青梅还在傅大人府上，现在怎么办啊？袁浩，你别急，明天我去找傅大人，无论如何，我让他把青梅交出来。 是来找我女儿，没见到人，就赶紧返回家里。可回到家也没见到姑娘的人影。算了，不提她了。还是说你，回到家没多久，我就听说你在天津出大事了，被外国人当众折磨，还要判你的死刑，吓得我连夜往天津赶呢。我当时想，即便我来晚了，也能给你收个尸。可是万万没想到，来到天津之后。 听说你又被释放了，然后我又四处打探你的消息，是音信皆无，弄得我已经心灰意冷了。我在想，这次是见不到你霍元甲了。哎，你说巧不巧？我刚好住进这家旅馆，看到一个人，好像是袁浩。我当时在想，是不是袁甲可能也在这儿啊？我就赶紧挨着门的敲啊，挨着门的看呐。 嘿嘿，终于找到你了！哈哈哈，我怎么想也没有想到，这个人竟然是你，朱大人。哎，您大老远跑到天津，就是为了找我吗？怎么说呢？应该说是，不光是要来见你，而且我下定决心，跟定你，我跟着你干。 特别是通过你和外国人较量这件事儿，我就知道，你就是我们的腰杆子，你就是支撑我们强大起来的坚强力量，所以我就跟定你了。当然，老夫现在是一把年纪，但是我还算是一个有用的人。你想啊，这第一，我呢在官场上混了一辈子，官场上的所有的事情，我是了如指掌。 在咱们大清啊，你不了解官场是不行的。这第二，虽说老夫才疏学浅，但是我也是苦读诗书典籍之人，不敢说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但这八卦太极、孙子兵法，我也是略知一二。真遇到一些事情，我可以为你出谋划策。这第三。 就得感谢老夫这一大把年纪，人老奸马老滑，最擅长的是与人打交道，所以将来你有一些外围的事情，我来替你打理，就算是一个谋士，好不好？
您就是为这件事情来的？我就是来跟着你的，就是要跟你干一番大事业的。那您的……我为什么前面的话说了半截我就不想提他？我跟你说冤家，我累死累活辛辛苦苦把他拉扯大，可他竟然背叛我，欺骗我。您的女儿怎么会背叛你？冤家，我女儿被革命党绑架这件事你是知道的，可是我万万没想到，离开天津我回到家里，我不但没见到她的人，还让我看到一封让我悲痛欲绝的信呢。她的信中居然跟我说，她被革命党绑架这件事是她与革命党策划出来的，而且她早就参加了革命党，是革命党的一份子啊。她在信中跟我说，感谢我替他们找到了你霍元甲，他还说现在国难当头，他要出去革命了，居然让我自己照顾自己，这叫什么事儿啊。这么说朱大人，你不是为了革命党而来？冤家，你这话从何说起啊？我刚才跟你说的还不清楚吗？我跟革命党没有任何干系，我跟他们没有任何情感，我这次就是因为这件事儿坚定了信念，要跟着你霍元甲干一番大事业。霍先生，这个人确实不是我们的革命党领导，我们的革命党领导要等一下才能到。元浩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把那批文交给詹姆斯先生了吗？霍元甲是不是已经被枪毙了？傅大人，我这正想回来跟您说这事儿，我这奇怪了，这批文还没送到詹姆斯手里，詹姆斯就下令把霍元甲给放了。你说什么？放了？啊？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我这不是想着回来问问您吗？也许您能知道他到底为什么把他给放了。你说这洋人啊，他不可能突发善心把霍元甲给放了呀，他们肯定也有什么阴谋。不管洋人在筹划什么，霍元甲的命可是真大呀。元甲，不只有百姓支持他，连老天爷都帮助他。你是不是打算回到霍元甲身边呢？傅大人，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呢，是来向您请辞的。您看看，霍元甲既然没死，我在您这儿也没什么用，我觉得我还是回到霍元甲身边，他谋事散了。我今天来的就是想说，您把我放了，把我的性命也给放了。我把荣华富贵的机会摆在了你面前，你不要，非要跟着霍元甲去送死，好，我不拦着你。王先生，你说你们的革命领导人会过来，为什么迟迟还没有到？二位难道还没有发现吗？其实我们的领导人早就已经到了，他只不过是在暗地里观察着发生的一切。二位不要心急，他马上就会现身了。我说这位先生，既然你们领导人已经到了，就尽快现身，不要搞得神神秘秘的。袁家呀，女儿，怎么会是你呢？我这天哪！原来你就是革命党的领导。霍元甲，我想你应该认识我，几年前父亲带我去你家向你提过亲，当时被你拒绝了。多谢你当时没有娶我，使我有了报效国家的机会。女儿，你怎么能这么做呢？你在山庙的时候为什么不与我相认呢？你知道当爹的有多担心你呀。霍元甲，我们可以坐下来谈。傅大人送我的玉镯子。什么？啊？你怎么被出卖的？啊？你怎么让我下界？你不跟你废话。你是我的夫人，你竟然收他的东西！你跟傅大人之间肯定有什么。这个世界怎么了？元浩，拿刀干什么？我要去杀他！你冷静一点。听我跟你说，你告诉我，这是不是他给你的订婚礼物？你别胡说。你们吵什么呀？我怎么好像听说谁要杀我呀？
元昊，你拿剪子干什么呀？傅大人，我跟你聊聊。好啊，聊什么呀？坐。傅大人，我跟青梅那是青梅竹马，她是我这辈子唯一的一个女人，我愿意用一辈子去疼爱她，关心她。你说，你身边有这么多美女啊，戏园子里你想找谁？什么样的戏子没有？你就说，哪家的大小姐都有人给你送过来，你在大街上随便拉一个女人也行啊。你为什么抢我的夫人？说了半天，是因为你没本事。哪本事？你别说，元昊，你敢找我夫人，我给你别拉了。元昊，你给我冷静点。我冷静不了，你抢了我的夫人，我怎么冷静？我不会抢走你的夫人，那个玉镯子是别人送的贺礼，我送给你夫人就是想让你为我服务啊。这不是订婚的聘礼？当然不是，我是欣赏你是个人才，所以啊，希望把你留在我身边。另外，我要给你一个官职，让你正正当当的做人，让你和你的夫人安安生生的生活。我告诉你，就这只玉镯子拿到外面去卖，够你们两口子买一座四合院，一辈子吃喝不愁。这玉镯这么值钱？相公，那我们以后再也不用过苦日子了。不是，怎么样？你到底想让我干什么？很容易，你立刻给我回到霍元甲的身边，等我需要你的时候会告诉你做什么。詹姆斯先生，祝贺你担任英国驻天津领事处的总领事。相信我们很快就可以成为这个殖民地的主人。詹姆斯先生，哎，祝贺您，詹姆斯先生。谢谢。中英第一次、第二次贸易大战，都没有让这个古老的帝国认识到我们西方国家的强大和战无不胜。八国联军一战，终于让他们碰得头破血流。你说的非常正确，谢谢。你好，詹姆斯先生。詹姆斯先生，感谢您保护了我们大不列颠商人的利益。东方这块土地藏有太多的宝藏，这块肥肉岂能放弃？我曾经向女皇大人建议全面占领大清，现在俄罗斯占领了大清国东北那么多地方，日本人还在暗中筹划建立一个新的满洲国殖民地，谁都想统治这个地方。这一块东方的沃土是我们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打下来的，这里应该是大英帝国的财产，我们绝对不允许别人窥视它或者享用它，但我们也深深感到这是一块不好征服的土地。他们反抗的怒火就从来没有停息过，从朝廷到民间都有一股反抗的力量，我们必须在精神上征服他们，但是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，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完成这个政府。总领事先生，您的客人到了，让他过来，快请进来。如此健壮，瞧瞧这身肌肉，还有这粗壮的胳膊，简直就是一头雄狮。你就是打遍欧洲的雄狮拳王。尊敬的各位，我就是大力士波索，游历过很多国家，跟世界高手挑战，没遇到过一个对手。我来到这里就是想寻找一个能击败我的人。你想在天津设擂挑战大秦高手？詹姆斯先生，请允许我在此为你献上一段表演。那就让我看看你有多大本事。富商，先请波索先生喝一杯酒。太棒了，亲爱的波索先生，你还有另一个显示身手的表演。
请坐。亲爱的波索先生，你是哪个国家的人？我从德国来，但我是俄罗斯人。我所向无敌，全世界巡回演出，美国、罗马尼亚、法国、英吉利，前不久我还到过印度，走遍了全世界。到目前为止，我还没有遇到过一个对手。那你有什么战绩？我在英国设垒三天，打死三个英国高手，在法国打擂五天，打残了三个法国拳击冠军，在俄罗斯更是没有遇到过对手。这次来中国，就是听说中国功夫很厉害，想要在这里练练身手。那你就来对地方了。中国有许多民间武术高手在蠢蠢欲动，随时偷袭我，我们早就想消灭他们。你这次来了正好，我支持。在天津设最大的擂台，帮助我们把这些高手吸引出来，借机要把他们全部消灭。没问题。天津的时候，本来是想在这里找一个立足之地。我学习武术是为了保护身边的人，如果这都做不到，我学这一身功夫又有何用？你说得很对，我愿意加入革命党。太好了，你加入了革命党，革命党会更加团结，更多的武林人士也会因此而加入的。哎呀，你们都在啊。元昊，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？青梅呢？青梅，哎呀，现在天津城太乱了，那个她一个女人又不安全，我把她送回乡下去了。糟了，外面有一队清军包围了这里啊！清军来干嘛呀？大家别慌，我带你们从后面离开。好，全都不许动！本官得到消息，你们这里头有革命党，本官是专门来抓革命党的。原来是傅大人来了。霍元甲，没想到你也在这儿，咱们可是老朋友了啊。你是革命党？大人看我像革命党吗？像，你就是。她是我的夫人香荣，我可以保证。这不是大巴脸吗？你还活着。在寡妇洞的时候，我记得你被黑寡妇吊起来，差点没把你打死啊。老子命大，坏人没死光之前，我是绝对不会死的。我没见过你，你是不是革命党？大人，你搞错了吧，我是英国领事馆的秘书。傅大人，在座的每一位都是我的朋友，有什么恩怨尽管冲我来，
不要为难他们。我收到了消息，革命党就藏在这间旅馆里头。你们谁是革命党？赶紧给我站出来，要不然我把你们全都抓起来。傅大人，在下有一件事情不知道当问不当问。你说。傅大人，你可是浙江绍兴人。是啊，你什么意思？在下朱和清，当年我们是一同进京赶考的，您第一年考上了，留在京城里做官，在下是第二年考上的，被朝廷发到直隶去做县令，一当就当了一辈子。可是你官是越做越大，不过八国联军来了之后，我这县令也就当不成了。你认错人了，我根本就不认识你。傅大人，在下不会认错，我们进京赶考的时候住的是同一家客栈，到什么时候我都认识你。霍元甲，我告诉你，现在刘汝骥已经走了，我是天津的布政司长官，这里的一切都是我说了算。你现在一天到晚就躲在洋人开的宾馆里面，也不去看看外面出多大的事儿。来呀，是呀，你们这群东亚病夫，你们当中难道就没有一个人敢来应战吗？你们大清人就是一群懦夫胆小鬼。来呀，挑战呀！小鬼子，我不来和你打。哇，你不要嚣张狂妄，如果不是你们洋人派军队抓捕江湖人士，你早就被打趴下。今天就是拼死，我们也要站出来和你决一死战。看你们瘦小的身板，我一根手指就可以像捏死蚂蚁一样捏死你们。这是你的拳头，在给我挠痒痒。能化解我的拳头，这是太极拳。洋鬼子，你在我们大清的土地上胆大妄为，今天让你好好尝试中华武术的博大精深。呀！你激起了我的斗志，来呀！詹姆斯先生，您这么急着找我，是不是有什么急事儿？天津城在我们共同的管制下很太平，这让我很满意。我们的合作一直很愉快。一个威震欧洲的狮子拳王要在天津设擂台，此人走遍了世界，可不是一般的人。我希望清政府不要干涉。您说，您让我怎么做？按照惯例，在角斗场上打死人是不受惩罚的。
这个好说，我一定照办。既然是打擂，就如同签下了生死契约，生死一定要自负，官府绝不过问。想当年我进京赶考，他和我同住一个客栈，那时候所谓的傅大人，那就是一个天天泡妓院的花花公子，连一笔正楷都写不好。最后靠花银子疏通关系，他考了个第四，谋了一个官职。紧接着他又靠着溜须拍马一路平步青云，官是越做越大，不像我踏踏实实老老实实做我的小县令。难怪这个傅大人是狗眼看人低，他现在还假装不认识我。朱大人，您一生为官正直清廉，为百姓做过许多好事，却落得郁郁不得志。反而这个傅大人在他的为官之路上官运亨通，咱们大清朝对不起千万个像你这样的清官啊。冤家呀，你说的太对了，大清王朝腐败，现在有很多有志之士全都是弃官还乡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有像傅大人这样的害群之马。看来我大清国真的是要亡啊。冤家呀，老夫现在好像有点明白了，你们要革命那是有道理的。霍师傅，接下来我们要在天津做一件大事，配合南方的革命行动。什么大事？是这样的，一个叫波索的外国人在我们天津设擂，两天了只有三个人迎战，还被打残了两个。他们居然说我们是东亚病夫，还让我们当他们的奴隶当一百年。为了扬我国威，振兴人民士气，我们必须要打败这个大力士。还有没有人敢上来挑战我？这么大个中国居然没有一个高手出来应战，你们这些懦夫，难怪大清要亡。又来了一个送死的，很好，你们这些懦夫终于一个个的敢站出来了。今天我打得够痛快，可惜中国武术太让人失望，你们不可能赢得了我。可恶的洋鬼子，今天我就让你输个彻底，永远不敢再踏上中国的土地。来吧。精彩！祝贺你在你的战绩中又增添了一笔，打赢了他们不值得庆功。我摆擂台是为了挑战真正的高手，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高手敢来应战，这趟中国之行实在是窝囊。不要着急，慢慢的就会有人来的。八国联军把中国人打怕了，沙义和团也把中国的民间高手杀完了，所以也就没有对手了。明天就有高手和你迎战。真的吗？我保证，你就做好迎战的准备，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。好，合作愉快，祝你凯旋而归。
马上离开，大家一会儿再会合。好，走。好，走。你杀了这么多的洋人，我看你怎么收场！我现在就以皇上的名义抓捕你们。